中国有一个农夫，他觉得他的养鸟长得太慢了，把他急死了。他每天都在想出，要是我的养鸟能长得快一点儿，那就太好了。有一天，他想养鸟自己长不快，我只要帮他们长一块一点儿吧。他想到了一个好方法。他把每一个养鸟都拔高了一点。到了晚上，他才回家吃饭。他很高兴，他告诉他的家人说，今天把我累死了，回喂眼里的羊苗长得太慢了，所以我就帮助他们高。现在由于我的帮助，田里的羊苗都长高了。他的儿子觉得很高兴，很好奇，就跑到田里去看看。结果田里的羊苗就开始枯萎了。